2065年，农历正月初五，主持了50年《回家吃饭》节目的王小丫老了。他的老搭档张大厨也老了。做点什么好呢？哎呦，这书的字儿怎么那么小啊？做了这么多年《回家吃饭》了，小鸭都变老鸭，小鸭都变老鸭，小鸭都变老鸭了。张大厨老态龙钟的反问，让小鸭有些震惊。你还不知道吃啥了？我跟你说，张大厨，我老啊，就是你给叫老的。这拿的啥呀？面呢？面啊，我怎么瞅着像盐？哎呦，天天喊人回家吃饭。我天天喊全国人民回家吃饭，喊了50年，我容易吗？都不记得今儿啥日子了。今儿啥日子呀？哎呦，好像是哈。还说自己不老？我老吗？我给你颠个勺去。哎呦。然而，在2065年的破五这天，小鸭并没有选择颠勺，而是和张大厨穿越回了从前。这年过得好快呀，转眼呢就到了大年初五了。初五，初五就是破五，得吃饺子，先把面和上。哎呀，放假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哈。第五天了，这一年啊，在厨房里做了好多的菜，我也特别想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年都吃了什么。还吃得开心吗？吃得高兴吗？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日子快，过得快。我觉得比较辛苦，然后也过得比较快。啊，一个字儿就是忙。过去的一年很辛苦。特别快，这是第一。然后呢，有许多的酸甜苦辣。吃的肯定是不差。吃的不怎么样。吃的太多了，应该注意。经常就是夜里到家以后吃一碗面就睡觉，弄一份米饭菜也吃饱了。很少在家做饭，一般都是在外边点，离什么近点什么，一般都是这样。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你听着。听见了吧，大家都说忙，确实这个时代啊节奏特别快，大家都说忙啊，忙得没时间回家，也没时间回家吃饭，日子呀过得将就，一点都不讲究。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提倡的，一定要把日子给过踏实了，过舒坦了。我的同事朱毅来这儿做饭了，他在家可能干了又勤快，大事小情一肩挑。去年呢，他说他的爱人怀孕了，所以呢也变着花的在家做好吃的给他吃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他给我发来短信说孩子长得可好了。小丫姐好。哟，你来了。我太激动了啊，这终于来到了全球最著名的美食节目。你们这缺点东西啊。缺啥？没有围裙吗？一系上围裙呢，你就觉得是在一个油瓷麻花的地方，你觉得特别像在辛苦的劳动。您说的很有道理。但是这个我有我的苦衷，就是我这个星期啊，还要录一锤定音啊，还有早上直播，就这一件衬衣。你说你们电视台主持人怎么这样啊？不知道多备一件衬衣啊？这个主要没钱啊。主要是家里边这最近都我自己干活，媳妇儿她忙。媳妇儿忙，媳妇儿忙啥呢？忙怀孕呢这。哦，真的呀！恭喜你，啥时候当爹啊？年底。就这么个事儿，故意我就为扯这话头，你知道吧？特别高兴。做一个我最拿手的这个，就我在家自己常吃的，叫虾炒饭。虾炒饭，虾炒吧。好，我们这个很简单啊，我就把这虾先胡乱切一切就行了啊。真是配合他的名字，胡乱切。胡乱切一切，好玩。这个你不用了吧？这不用啊。好，搁一点盐。一点点盐。好，够了。再搁一点油。油。橄榄油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剥咸鸭蛋。哎呀，咸鸭蛋我觉得是众仙之首。
如果去完全用虾来炒饭或者来做菜固然好，但是成本还是难免高了一点。我觉得咸鸭蛋是一个特别好的替代，其实就把蛋白剥出来，把蛋黄一会儿直接下锅了。蛋黄不要吗？要啊要，这蛋黄蛋白最好吃了，都要。好嘞，蛋黄还分开啊？分开分开分开。这蛋黄就不要了呢？要要要要要要。我特别那个，我特别受不了有些人不吃蛋黄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受不了。啊，这个蛋黄这么有营养的东西，而且蛋黄那么香，好。注意，我特别爱看你系着围裙在厨房里走来走去，很像那么回事。特别像一个居家好男人。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这是。对呀、啊。这个锅里边呢，搁一点油，不要烧太热，虾头就可以进去了。好的，好嘞，好，这个搁在一边啊，一会儿这个给你关成小火了啊，这个装盘很有意思，是的，好了，哎呦香，香吧，这个虾脑油啊，真的啊，大家可能看着觉得它会油腻一点，不要把油拨出来一点 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现在把刚才这虾搁进去，用虾油炒虾，香煎何太急呀、啊，自己炸自己，这叫啊，就好比拿猪油炒肉啊，蛋清搁进去。虾油炒的蛋白，哇，捞出来，对，该放啥了？咸蛋黄，咸蛋黄。这个确实它很三高的，您知道吗？咸蛋黄和虾油，让它天哪，太鲜美了，成沫了，对，这就对了，太好了，就是一定要这个咸蛋黄放进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沫沫哈，它这种化学反应，您知道吧？哇，米饭，火。那我把香葱也都切了，好吧？对，都切了吧。哎，你这个饭是怎么学会的？我觉得简直是独门秘籍。还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。琢磨出来的。蛋黄这个时候直接搁进去，对。其实饭这个时候已经炒得很熟很烫了，很热了。对，蛋黄一上去就凝固了。对。还是要提一点酱油在里边。提一点，你看这多专业呀！我好像提多了。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蛋白。哎呀，我把蛋白给忘了，实际上。蛋白。再搁蛋白要咸了，我觉得。咸点。哎，我，你先。少来点，没事。因为不会咸，我觉得。少来一点。开始吃吧，请。我第一次吃到。这么好吃的蛋炒饭，厨房就是我的战场，负责做饭还是做饭吃货，做饭。我负责吃的，典型的吃货。主要是负责做，其次才是吃。喜欢吃，每人做一道菜。他喜欢吃什么，我可以做不同的菜。我媳妇儿，我妈，我家里人反正都习惯了，做什么味道给什么吃什么的。每次都能给我的菜找出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是非常虚心非常谦虚的，能够把那个味道菜的味道调整到让他满意。要我说呀，这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苦辣酸甜，这个当中掌勺人啊可重要了，他可是居中调和的关键角色，不仅要有好厨艺，还要有好脾气。为什么呢？你得经得住家里人的各种挑战。这一年遇到的好脾气好厨艺究竟会是谁呢？想了想吧，首推应该是这位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他，这位老哥。有人管没有？我王文耀，你过来，那么刚来呀、啊、你再不来我给你都给你砸了，我给你留一个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你们这儿要火啊？别走啊，我这都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赶快开始。鸡蛋来了。鸡蛋，哎呦，
我跟张大厨买鸡蛋去了，就趁着鸡蛋这功夫，瞧这盘子没了。见过这样的嘉宾吗？咱俩不是说好这盘子贵吗？没说要砸这个呀。不是我这人这，说摔这种啊。只要一说开始吧，我就进戏，进戏就逮着什么我就抄什么就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方老师啊，不是小脾气，简直就是没脾气，从来没见方老师发过火，所以咱在厨房里先演一出。对，有人有好脾气，有人有坏脾气。嗯，我是没有脾气。当年我跟我媳妇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媳妇就一怒就摔。有一次她又发脾气，啪啦啪咚，咵就摔。我也就把屋里边所有的镜子，啪啪，我全给拆了。大概有一个星期，没镜子，没有镜子可照。从此以后，媳妇再不摔东西了。啊，哎呦，我觉得就在您发脾气的那一瞬间，您的脑子里头都过了。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女人最爱美，最爱美，那要怎么验证美呢？那必须要照镜子，所以把镜子全给它拆了。智慧人生，我特别想知道一个礼拜之后谁去买的镜子。哦，这想不起来了。您想知道您在您家人的心目当中是怎样的吗？想知道吗？很好奇吧？啊，请看大屏幕。哎呦，我不敢来了。请看大屏幕，大屏幕上走下来一位美丽的姑娘。这也是这个经常出现在大屏幕上的人。珊珊，这是方老师的儿媳妇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嗯，珊珊爸爸在家的做饭是不是特慈祥啊？在厨房里做饭味道非常好啊。慈祥谈不上，不是要求比较高。我就记得有一次，我爸让我摘豆角，然后摘完了让我切，然后你这切的一看就不怎么干活，不行，这直接就被赶出厨房了。对对对，洗碗的时候还被薅回来了。对，行了，我是绝对不洗碗的。我终于知道方小哥为什么不洗碗了。方子哥老师的儿子叫方小哥，方子哥。做的饭好吃，哥做的饭好吃。这个问题太拉仇恨了，我其实咱爸在那儿呢，其实没法比，不是那意思。你就问方小哥怎么长大的？是我还没顾上说呢，就肯定是我爸做饭好吃。其实特别爱吃我爸做的那个两面黄什么，特好吃。接下来就是这个两面黄，行了，出神。打两个鸡蛋，准备一个煎锅。我们这厨房立马就热火朝天起来。要放一丁点的淀粉。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？这么多啊！这样你炒出来的鸡蛋好多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炒出来嫩。对，会很嫩。哎呀，这个，我看你打鸡蛋这个声音不对，你得捧起来。把它好，这个把西红柿切了。你这么切，我看着也是着急，我怕你切手上。那，你要把它这么一切，这它就不会滚了，对吧？你在家做饭吗？我就没有机会做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半拉是切成那个大一点的。哎，稍微大一点的。这个你就把这个切，好，剁碎啊。鸡蛋打好了没有？倒进去。哇，这是淀粉的作用吗？对呀、啊。天哪，方老师，您炒鸡蛋都得拿姜和麻椒炝锅。对。为什么要用勺来炒呢？要把它给压个扁，压碎了。哦。小林山。嗯。番茄酱，倒点。我这道菜。是跟我的父亲学的，我父亲当年做的一手好菜。嗯，大师。我父亲的体型，我虽然继承了，但是他比我还胖。其中就这个两面黄，是他教给我的。把鸡蛋下进去。相当于是方家的祖传的。对。这就可以了，把它盛出来。那上再撒点小葱就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对，所以我都切出来了。珊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在家基本上就是做撒这个小葱的人。这个时候把双方的火全打开。好的。阿娇，爸，这面是不是可以下了？可以下面。只要一翻滚了，关火，把它盛出来。
就一定要注意给他抖开。厨神来到这儿就是这个结局，直接把这儿变成了他们家厨房。你说要撒点芝麻，祖传秘方。你作为方家的儿媳妇，你一定要把这道菜学好哈。我就是从咱爷爷那儿传下来的啊。窍门在哪儿啊？听这个，它里边那个滋啦滋啦的声没有了，完了靠鼻子闻，稍微有点那个糊味的感觉。煎培根，那就是。行，我给你找。哎，对了，我这刚坐下来一分钟。这儿。哇，哇塞，太酷了，我都惊呆了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范老师，我下班了，您在这儿吧，我走了。好，下班咱们主持人换了啊。您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您跟劈柴。那也不行，你这不能我这那么多一块煎呢。啊，他还要。而且你破坏了我的形象。对，那个。我是长这样的吗？蒋灵山，给你个任务，别光看着。哦。晃悠这个，别让他糊了。别把咱们家那个上百年的手艺给砸了。我好紧张啊，爸。怎么样？哇，差不多了。拿大盘儿。大盘儿。哎。哇。用面包刀把它切成圆儿。装盘儿。哎呦，要不要？我感觉要出事儿啊！看看呗，哪有拿手的呀？你这，我吃这块。看看，嗯，吃吧。真的，我打算不在这节目干了，我让我们领导换人。您来这节目绝对比现在还要火。嗯，想办法。拿走吧，我心服口服。聊过这个问题，他说是因为爱。如果没有对家人深深的爱，我觉得是做不到的。上有老下有小，就是非常爱他们。我不干谁干？我也觉得是因为爱，毕竟这么辛苦，要是正常的话，他也上班，就回家这么累，正常都不想做饭了。一般我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，我跟他说妈妈我要吃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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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妈就颠颠的出去给我买去了，然后回家就做。给大家做的饭呢，其实能够让大家开心，其实我也很开心。因为我在当初处女朋友期间的时候，曾经许下过诺言，一定要天天给你做美食，要让她尝尽天下的美食。我包饺子可真还是不大熟练啊。其实厨房里的每一件工作呀，都是这样的，挺琐碎的，当然也很温暖。如果说在家里你能够经常对人，孩子也罢，老伴儿也罢，父母也罢，你都能够说一句温暖的话，贴心的话，或者说一个感谢的词，他真的会心头一暖，觉得所有的付出，所有的劳作都是值得的。接下来又卯足了劲儿，日复一日，又开始了付出，又开始了劳作。家就是这样的。我母亲，一个真正的好母亲，美食家，但是他已经离开我们，他在天上。如果他今天在天上能看见我，知道我在做他这道拿手的菜，没忘了这个味道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所以我今天也是很想妈妈的味道，但是母亲已经在天上了。那我呢，因为祭奠他，我给我家人，我给小鸭做一道我妈妈给我做的五香牛肉豆腐包。难怪你昨天跟我说要准备这个五香牛肉，对，一早啊张大厨就把牛肉给下好了。哎呀，张大厨你太牛了，因为我妈是山东人，我妈也永远是切大块的，你看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切大块的。把火打开，亲爱的小孩，一会儿吧，你知道我就要下什么料了吗？什么料啊？妈妈的味道，我妈特别特别喜欢用这个大料，大料可以放进来了，我就放两颗，放边上。然后我呢，这个我天哪，四川人的知己，哎，
小丫为了你，我再放点这个干辣椒啊、哦，太棒了！胡椒，胡椒粒儿吗？我这儿有啊。好呀，直接往里头放啊！放。这个你要吗？陈皮不要了，嗯，都不要，其他都不要了。好嘞，因为妈妈她不用那些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放牛肉了。放牛肉了啊。然后这样的，你看哈，还是盐、糖。那得加点水不？哎，加，然后加酱油了啊、哦，加酱油。快加，多加点水。哎呀，太牛了！没放大蒜哦。想吃吗？嗯，想吃我就放。嗯。就这么炖着了啊，就炖着了，炖到这个鸡蛋都是那种酱油色的，就是那种茶叶蛋的色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今天就顾着跟你聊天了。我妈妈都把这鸡蛋滑倒，知道吗？在家做饭就是这点好，来，咱拿出来再滑。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说，她会做一种鸡蛋，她自己发明的，叫糊。他就把这个鸡蛋啊，再用油给煎一下，嗯，然后再放在这里边，哇，那个皮焦黄的，他就是说这是虎皮鸡蛋。好，把盖盖上。我现在经常会，就是比方出差啊，或者做节目啊，做活动特别忙的时候，我就炖一锅这种实实在在的。就是说家庭主妇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回家吃饭。我跟你说，我对家的概念就是家要窗明几净，一大早起来把家里面擦得干干净净我就走了，然后冰箱里面有一锅这个炖菜，然后一两天你老公真是太幸运了，一两天回到家，万里从德国来、他为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为了娶到你。我吃个豆腐泡吧。好鲜呐，快来来来，看看，快尝尝，快快！我觉得用一道菜来形容的话，应该是北京传统的铜锅涮肉、宫保鸡丁、醋溜土豆丝儿。一个锅里边什么东西都可以来涮，可是涮完了以后每个原料呢有自己不同的味道，它炒出来的味道是苦辣酸甜咸全部包含在内，有麻有辣，但是呢它还又不乏红红火火，这很像我的人生。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吃饭，同样呢太太的调味品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你就知道破五为什么要吃饺子，这里头是有学问有奥妙的。我此刻大家一定在笑话我，擀饺子皮儿是捏的。去年呢在我们厨房里啊来了一对父子，我真的是由衷的尊敬他们。他的孩子呢是得了一种病叫做赶头，这种病呢让这个孩子呢其实在很多方面会有一些障碍。这位父亲啊，他其实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人生的角色的转换，因为他曾经是摇滚乐队的主唱，可以说是摇滚偶像，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孩子，他变成了孩儿心目当中的父王。在他们家的厨房里的橱柜里始终有一碗鸡汤，这碗鸡汤啊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尝一尝，经常的尝一尝，就是把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琐碎、所有的重复都变得简单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自然你心里就有了很多的力量，有了很多的温暖和阳光。来，开始说，把那收拾好的金樽给我抱过来。哇！为了让它蒸得透，先划几刀哈、啊。嗯。就一点点小口就可以。啊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锅做上水了？好，可以。哎，这锅第一次用啊。你这抬不动吧？不是，我没想到它有这么高。
倒水。大珍珠食堂现在开始蒸鱼，完美，再来点，得两壶。好嘞，哎，你这鱼就直接搁上去蒸了？不，在蒸之前我还要加佐。切之前要抹上盐。坏了，大珍珠，你说这个怎么就放不进去了呢？在抹的时候要仔细，抹均匀了。对。好，你来抹啊，我帮着姐姐弄这个盖儿。父王，胡椒粉抹成这样，你看合格吗？为什么叫父王呢？那边抹了吗？没呢。好，翻过来，像按摩似的啊。哎，你这鱼按摩的不错。嗯，我给你拿张纸，你去洗一下手啊。我给你拿张纸啊。平常爸爸在家做饭好吃吧？嗯。爸爸做的饭好吃还是妈妈做的饭好吃啊？父王比较做的好吃。哎呦，我觉得你左一个父王，右一个父王。做个夸的。夸的。父王这生姜片够。这是秦家的风格。好，把这配料全切好了。开了，开了。水开了。好。姜怎么办呢？姜是这样的，填肚肚里。该葱了。葱。该葱了。嗯，这样的话。上面码了胡椒，码了盐。哎，小心烫啊，大珍珠！等等，让爸爸来放吧。来，爸爸，二，好，掐表啊，六分钟。六分钟，掐表。开始计时，待会儿听着啊。正好这时间我们可以给姐姐唱首歌哈。嗯。我们自己唱憋麦呗。唱憋麦。我给你拿吉他去啊。吉他。我拿去。来，咱们偷看一下，看怎么样了。哎呀，闻见味儿了吗？闻着味儿了，熏着了吧？这把我这汗都熏出来了，这相当于汗蒸呗。好，一分钟。哎，姐姐来了，啊，谢谢。我们只有一个鸡蛋，午餐情况也不会好，可是想起了出发前。下的诺言，我们要把一切痛苦变成浪漫。Be a man, be a man, 你会成为男子汉。Be a man, be a man, 我会越来越勇敢。Be a man, be a man, 在我们的眼里没。你姐姐有点感动啊！那鱼好了，鱼好了。好，那可以关火了哈。可以关火了。慢点。我也离远点。哇、啊！从头到尾。从头到尾。哟，全是头。那没事，再来。OK。我说最好弄点那花瓣。花瓣好主意。是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再点缀一点这个，你摘的野菜。对，父王往鱼上面放吧。你吃鱼最爱吃哪一块啊？鱼眼睛，好吃吗？嗯，挺好吃的。真的？真的？你看，哇，哎，真不是自吹，鲜美之极。特别有意思，他们特别快乐，经常去山里采一些野菜啊啥的，然后到鱼塘边钓点鱼什么的，用他们自己采集的这些食材做出了一道又一道的美味。那天他们就带了来了那个野菜叫什么来着，紫苏，还有一个叫什么菜，挺好吃的，我现在都还能想得起那个香味呢。雪儿姐，您别总结了，您的饺子还没做完呢。总结一下咋了？要总结呀，不总结怎么能进步呢？你来帮我干点啥呀？我帮你擀皮儿吧。哎，
你觉得我这一年我们全是不是有进步啊？你有点比以前圆了。比以前圆了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把这馅和了啊。嗯，好的。嗯，有虾有肉还有香菇。我小的时候过年，家里的家长啊一定是要给我们吃一种菜，就是芹菜。勤劳的意思吗？对，要勤奋。虾肉呢是健康，牛肉呢是有能量。而且我在想呀，2016年有很多炒股的朋友啊，喜欢在破五的这一天吃到牛肉馅的饺子，牛气冲天。然后孩子们读书要勤奋，所以就是健康、牛气、勤奋。这个芹菜馅啊，一定芹菜要切得很细。芹菜，而且这个芹菜啊不能抹盐，不能把它那个脆口用盐把它弄得就不脆了，一点点，这个会很清香。白糖控来了，一点点胡椒盐。破五的饺子一定要放芝麻，新年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包在里头吃可香了。怎么样？特别香。有点贪心是吧？馅儿太多了。不是太多了，太少了。你给我包个。张大厨经常藐视。真是好，怎么样？行是行，但是不像元宝。那我先把水烧着吧。嗯。虽说我饺子包的不怎么样啊，但是我特喜欢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。你一言我一语，再包个什么金元宝在饺子里，我看谁吃着了。嗯，行。在咱能够得到张大厨的表扬，那是最高的奖励。你2016年张大厨有什么样的愿望？愿望是让我媳妇儿过上好日子。大过年的真情表白是吧？来，对着镜头，张大厨媳妇儿。开始。希望2016年让你过得更好。哎，你说你这么说，你妈得多伤心呢。我妈也希望我们俩过得更好吧。你不会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吧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你跟老太太说啥呀？希望我妈一天漂亮。我觉得你这祝福者。那我问你啊，特别无厘头的一个问题，水就是财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大过年的，你的妈妈和媳妇儿都掉在财里了，你先救谁呀？一起救。你有三头六臂呀。那我别带他们去那儿地方行。张大厨，我真的觉得你不应该当大厨，你就是个哲学家。水都开了。哎呦，走吧，推一下啊。张大厨，你听说一种水饺叫中水饺没有？中式水饺吗？还西式水饺呢。姓钟的人家做的水饺，这是四川的一道小吃。我今天做给你吃啊。哇，快点，兑个佐料啊。嗯，要好多的糖，一点点芝麻油，来点酱油。太太的调味品，喊大家回家吃饺子。同样呢，太太的调味品也提醒大家，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你就能知道饺子怎么才好吃，更好吃。张大厨，你快拿点红油啊！好，红油来了，赶紧来。这个为什么？啊？褪褪色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要有点绿。行，可以了。可以了啊，我拿碗去。来，你看这饺子一捞上来，我就觉得特别有年味儿。咱今天得把这个饺子吃好了，这破五的饺子一吃啊，这年就过完了，一年的劳作又要开始了，又得干活了。嗯。